大家好，这里是辅仁英语网络自学中心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安装 JoyNet 以及如何进入 JoyNet 的教室。那同学请先登入我们的 InNet， 也就是辅仁英语网络学院。登进来之后呢，请点选英语自学中心的第一个选项云端讨论。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有一排灰色的字，请同学点选倒数第二个这个预约练习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页面。那请同学找到使用说明，然后找到这个 JoyNet 讨论室的连接蓝字的这个部分，点进去之后呢，点进来之后，我会看到这边总共有五间教室。那我们今天先以001周末绘画室为例。那同学点进来之后呢，会看到这边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进入教室，一个是下载 JoyNet。那如果同学你是第一次使用 JoyNet 的话，请务必要记得先下载 JoyNet 下来。那可是这边我的建议是，不要点选这边的选项下载 JoyNet， 直接点选进入教室，里面一样可以下载 JoyNet。之后我们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 EXE 档，那只要把它点开，稍微等它一下，然后按 Finished， 这样子安装就算完成咯。好的，那我们要怎么进入教室呢？我们先一样回到这个画面，那么这次我们就点选进入教室，然后因为我们是使用下载版，所以我们是点左边的这台电脑。那如果是使用网页版的同学的话，我们就点右边的这台电脑或平板。好，那我们先点选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看到它下载下来这个档案。那每次你进入教室的时候，它都会下载像这样的一个档案一样，我们把它点开。点开之后呢，点选访客，然后输入自己的名字，按确定。看到这边出现了 Annie， 所以代表我们就成功的进入教室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咯，同学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网页上下载我们的教学 PDF 档，里面一样都有详细的讲解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咯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